是天地，不可及星辰。我是世界最渺小浮尘，用尽所有去争，换你热烈后拥吻。陛下，这是何意？自行了断吧。陛下，请恕臣妾不能从命。臣妾出身卑微，倘若陛下赐死，万不敢违抗。只不过臣妾一死，可能会置陛下于危难之中。处死一个美人而已，如何威胁到朕的安危啊？尊太后手握兵权，掌握朝中大局，倘若陛下为泄愤杀死尊太后所赐妃嫔，想必会惹怒尊太后，引起朝堂动荡，对陛下而言得不偿失。身为一个奴人，却能将朝局分析得头头是道，面对赐死也镇定如常，你真的只是一个奴人？臣妾之所以如此笃定，只因为陛下并非真的想要杀死臣妾，只不过是在试探罢了。母后，若曦，真相尊太后果然好眼力，为朕从女奴中挑选了如此绝色。臣妾并非尊太后的人。是吗？若是陛下不信，臣妾自会向陛下证明，成为陛下的一把刀。想成为朕的刀，你配吗？陛下，来人，将凌美人送入听寒宫。主子荣生都跟着享福，我却被分配到这种鬼地方。哟，现在该叫你凌美人了，是不是？什么？韩美人，你别忘了，我们现在是平级，你没有权利处置我。前几日我把你打得血肉模糊，为何你竟然毫发无伤？你肯定是那灵族的妖孽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在这宫中，灵族是大忌，见者必杀。我可是尊太后的人，安美人就不怕得罪尊太后吗？你要是尊太后的人，还会被打发到这里来？
安美人，你在做什么？陛下。 陛下，臣妾只是……再有下次，朕定会严惩于你。臣妾知错了，陛下恕罪。凌美儿可有受伤？臣妾无碍，谢陛下关心。 别再跟着闹别扭了，可好？臣妾遵旨。还不快滚！谢陛下。 陛下的态度阴晴不定。陛下要除去凌美人，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太后故意用低贱的女奴来羞辱朕，若朕亲手将人除去，岂不给了她废除朕的把柄？那陛下为何对凌美人如此恩宠？在这个宫中，最致命的毒药，便是朕的宠爱。除去她，无需朕亲自动手。 哟，凌美人还挺懂规矩的嘛，知道来给焕妃娘娘请安。是啊，我今天啊，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。焕妃娘娘到，焕妃娘娘万福。 你就是被尊太后挑选的凌美人，臣妾领旨参见焕妃娘娘。过来。她就是来自焕族和亲的焕妃，如今执掌后宫权力的女人，确实有几分姿色。 坐吧，谢谢娘娘。焕妃娘娘，这是臣妾从宫外寻来的美酒，有驻颜之功效，特地献给娘娘。此酒乃是宫外之物，我们娘娘可不会冒险品鉴。安美人，还是收回吧。娘娘若是不放心，可以叫人试酒啊。 凌美人出身贱奴，想必定有嗜酒的经验吧。请吧，凌美人。凌族人酒后会现出凌族真身，安美人可用此酒一试。 娘娘，臣妾不胜酒力，难堪嗜酒众人。我看你是仗着陛下新宠，不献给娘娘嗜酒吧。安美人，不也是仗着陛下的宠爱，敢在焕妃娘娘面前指手画脚？如此针对于我，难道是害怕自己失宠吗？ 如此嚣张跋扈，你也太不把焕妃娘娘放在眼里了！你这贱奴，我今天杀了你！放肆！
一个小小的美人敢在本宫这儿撒野。来人，把安美人拖下去，施以百花争艳之刑。是。皇妃娘娘饶命，皇妃娘娘饶命，臣妾再也不敢了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日后宫中若再有恃宠而骄，目无尊上之人，这便是下场。臣妾谨遵皇妃娘娘教诲。灵美人，这酒本宫便赐给你了，你喝还是不喝？已经压制不住真身了，糟了，灵族身份一旦暴露，恐怕难逃一死。曲终未得回首。